些年，影视剧中逐渐流行一些元素，有一种就是一人分饰多角，这样的戏份最能看出演员的演技，也很容易收获观众的喜爱。比如最近大火的《镇魂》，朱一龙在其中饰演了三个角色，内敛禁欲的沈巍，外表强大但内心脆弱的小鬼王，还有病娇凶控的叶尊，三个性格迥异的角色被朱一龙塑造的栩栩如生，完全不会感觉是同一个人演的，而且每一个都很有萌点。害断腿镇魂女孩不知道该爱谁，天天爬墙爬断腿，朱一龙也因此被赞演技炸裂。杨幂新剧扶摇收视大红，大幂幂的演技进步明显。其实杨幂也有一人分饰多角的经历，在《仙剑奇侠传三》中同时饰演唐雪见和西瑶，雪见刁蛮娇巧，西瑶端庄优雅，两人无论是气质还是性格都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却被杨幂诠释的游刃有余，完全不会觉得奇怪，可见大幂幂的演技不是盖的。而且在《三生三世》中，杨幂也分饰了多个角色。现代剧中，潘粤明在《白夜追凶》中饰演一对双胞胎兄弟，一人分饰两角，他的演技得到网友极大认可，可以说是演技炸裂。有网友评价，哥哥弟弟装成弟弟的哥哥，假扮哥哥的弟弟，潘粤明其实演的四个角色，而四个角色都通过细微的表演差别区分了出来。但是说到一人分饰多角，小编最佩服的却是他，六小龄童。